迄天你离开了，我规个心肝拢结过去，我就想要找一个机会去甲你回信的。可迄当初，大家搁弯落去，我对大家真唔好。啊，拄好你也甲我洗头咯，啊，我都只有牺牲你。我对你是足歹势。好啦，我知影你有你的为难嘛，我袂怪你啦。你慢慢搁放伫心内啊，只要你愿意相信我，安尼就有够啦。我也想袂到，你好为着要创治你，告诉我对你做遐尼侪过分的代志。恁两个是有甚物恩怨啊？我甲伊高中的时阵是同学啦，才几岁就识识，我人生不幸的开始，你当讲拢是因为伊。哦，想袂到恁两个这段的过去哦，莫怪哦，丽红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，安尼要处处刁难你，还佫要甲你赶出去。是的吼，拢是讲唔好啦。我若卖甲你留落来，你就袂受这么多委屈。这也不是你的不对啊！我要怪吼，我干哪会当怪这些命运的创治？你这么有度量的人，你后摆一定就好去。算算去啦，迄过去的代志哦，卖阁讲啊啦。啊，对啊。头家妈，我敢会当请你斗相共？这300块还给你啊！哎呦，啊，当你照顾我很济工，啊，我搁害你受委屈。哎呦，这个钱当作是给你补偿。你提起，提起，提起。唔免啦，我也无照合约做满一个月，我拜托你啦，替我把这300块还给马秘书，啊，一定要亲身还给伊哦。啊，马秘书。什么呀？你就当作是甲我斗三工，多我这几工的工资啊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，我拜托你啦。来，这来。黄妈，你给我钱是要创啥？嗯，啊，这就是你放在照护合约里面的定金吗？啊，迄照护员辞职，啊，这就退回啊。定金？我无伫内底放定金啊。嗯，不过合约内面有一个真水的信封，啊，内面放30000块，这不是定金吗？头家妈，你就试用看卖啦，若是会用起，你就该甲伊签约。合约我放伫个遮，你莫为难我吼。头家妈，你讲真水的信封，敢是这个啊？对啦，对啦，就是这个啦。哎呀啦，原来是我无细里家钱，放在照顾孩子内底。顾总啊，咱真正玩过李冬雨，还做背锅侠啦。啊，啥物叫做背锅侠？就是，马德琳把我的钱用叛去啊，伊今日去华美，已经找几日工啊。家在阿妈，你今仔日家己送过来。马德琳，哥唔紧甲我阿妈说多谢，多谢头家妈救命。好啦好啦，啊有找到就好啊啦，安尼也无要叫到恁上班，安尼阿妈来走吼。马德琳，送我阿妈去坐车。好。唔免唔免，恁无闲，阿妈家己无问题。好，我来等吼，再见。头家妈，先行。啊，即马是要安怎啦？李冬雨伊个鞋啊，是安迪副总买，即马300块嘛已经找着啊，咱阁叫警察来呢，咱是毋是应该甲伊回失礼啊？代志是你抓出来，甲我有啥物关系啊？小川嘞，小川，你还袂倒来嘞？是安怎？我只是烦恼，女魔头怀疑小川把代表写来给方总监的代志，为遐尼简单就结束，所以来唔知影阁会出甚物招，
小春一定要死。是不是有人叫我的名？副总，副总。参像恁这种社畜，买不起名牌精品，嘛住不起豪宅，恁的人生唯一的兴趣，应该就存伫咧背后偷偷卖恁的头家。好啦，今仔日我就大发慈悲，互恁 complain 几句。啊，不过有的代志应该母后清楚的，我袂这么简单就准拄煞。李冬雨，顶边信封甲钱的代志，你也袂完全交代有清楚。我爱拉讲啥？那办公室你超贵啊，我衫嘛烫互你看，啊，事实就是证明我无偷摕钱啊。啊，不过就足奇怪的啊，是安怎伫咧超你的办公室了后，迄三万块就敢那家己做贼心虚走转来啊？李冬雨，你的表情唔对哦，紧回答啊！是安怎马德林无说你，让赵虎安的钱甲信封后来出现伫咧你遐？你甲迄个赵虎安到底是啥物关系？冬雨，副总讲的讲是真实的，还是伊阁误会你啊？当然是伊误会我，我迄个信封唔是马德林有放伫迄个。你讲白贼！我用我周杰尼的绝世美貌挂保证，我无可能看唔到。金哥，你迄个信封到底是为倒位来的？副总，你对我若是有啥物不满，针对我就好，莫找我朋友嘛。陈小春，你莫插队好无？咱两个人之间确实有足侪问题还袂解决，啊，不过今嘛还袂轮到你。当月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对对对。你两个好闺蜜，一个是良，一个是白，根本就是两白为奸。嘛唔知影私底下做偌尔济垃圾袋，我一定会一项一项抓出来，让恁家嘴要咬嘴。马德琳，还要退出来。啊？什么合标？阮阿妈照好玩的合标啦。李冬雨，你莫叫是讲你结点点，啥物拢唔讲，我就无其他的办法。你要创啥？叫迄个赵虎安来公司当面对质啊！迄个赵虎安不是咱公司的员工，伊无迄个义务爱走这逝。是毋是听我的话，嘛爱试看卖才知影？是讲你这么紧张创啥？找到啊，伫咧遮。立合约人，副总，你袂当泄露个资。江碧玉。权威09367，江碧玉，真正是我妈。你妈？我妈是安怎会伫恁家做照护员？这个问题应该问你唔才对。我知影，安尼就所有的代志拢会通啊。阮阿嬤的照顧員就是恁嘛，不過之前馬德琳無說你用叛逆的錢，後來會出現在你的好閨蜜李冬雨家。哦，這根本就像電影《寄生上流》一樣啊！恁這些賊仔跟寄生蟲想要躲在阮家吃香喝辣，真正有夠無體的。喲，副總啊，我明仔吼就請清潔人員去恁家消毒。配对消灭寄生虫。冬雨，今晚想怎？你早就知影阮妈伫酒家做照护员。好啦，村的代志就互恁家的闺蜜好好解决。清官难断家务事。你哪白讲话？小春，你若是不爱讲，我自己去问。哎，小春，哎，小，哎，你听我解释啦，小春，你啥时候不爱跟我讲？啥物代志啊？小春，哪会连你两个代志啦？今仔样，你干妈到底是安怎？阿姨，你是安怎要冤枉我？你伫阮董事长因家做这好玩的代志？小春。
阿姨只是去几工尔，伊已经死透了啊！啥物叫做几工尔？无是要做偌久？敢要伫咧酒家做一世人？妈，所以你死的头路，就伫咧盛发董事长伊兜的头路，你哪会拢无讲啊？我，你敢知影我副总甲我讲，你伫因兜做教护员，伊佫讲咱全家伙是寄生虫，是寄生上流，我听着有偌伤心。这样讲的哪会这么恶毒啊？小春，我唔是超工要阮换你，我，哎，煞煞起来，即摆讲啥物拢。我无路用啊！实在啦，我以后无够遐尔冲动啊！妈，我唔是爱你回失的，你代志要怎甲进行？你敢都无想过后果？其实我进前要接这个工课进行，我嘛有丢毒过。不过我看你到你过拢遐尔辛苦，我这阵嘛当然更加打拼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我才会答应的。不过我真正无想到。我无想到讲你当当一个经理，我去恁董事长因家做教护员，我下害你，让恁尊尼副总讲到这尔啊歹听，伊讲什么咱都是寄生虫的寄生上流，这若是让恁董事长知影，不知会安怎看你？小川失礼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你下面子，我害你让恁尊尼副总安尼不掉。我即马刚才想到这，我都照想起，我伫咧气讲是安怎，我拢无发现。我搁俩阵讲我的妈妈欢欢喜喜伫咧做伊的工课，伊感觉足满足足欢喜的。我这跟脾气同款，这跟脾气同款。小春，你妈安尼咯？虽然你讲你刚才去几工尔，啊，不过我连一秒钟我拢无希望你留伫迄款所在。小春，是的啦，我应该较早甲你讲啊。小川，妈无受到什么委屈啦，你别烦恼，头家妈哦，真正对我就好诶。你有搁咧讲白菜，我比你搁较了解，我那个董事长夫人还搁有迄个糟践。只要唯一用到你甲冬雨，我做啥物拢袂感觉辛苦。阿姨，我再讲哦，我即马嘛已经把迄边的头颅拢撕掉啊，难道是恁啦？我想着哦，你逐天拢伫公司甲迄个周珍妮做伙做工课，我看过伊傲慢阿白样呢，我都想讲，你是毋是逐天拢伫公司互伊凌迟，啊，倒来拢报喜不报忧啊？你放心啦，恁早囝我就歹诶，伊若是敢欺负我，我绝对加倍奉还。是的，阿姨，我甲小春还阁有美言微语，阮四个拢会互相斗相共。工课上的代志我会当忍，啊，不过若是欺负我的妈妈，我是绝对袂忍的。就算互人洗头路，我嘛会替你讨回公道。乖囡仔。妈妈等下你，要不过我爱你会记嘞。厉害保护的永远头一个拢是你家己。阿姨，甲你添麻烦呐！阿姨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代志拢过去啊，你只是希望会当搁去买一间厝，予大家一个较舒适的家。冬雨，你嘛同款哦，即届你问我，我都袂跟你计较，以后会使搁问我。我知啦，无误解。好啊好啊，哦，我来煮饭啦，麦当劳啊。我倒先啊。好。